距离大排队王牌开播还有五天。其实这个儿啊，我们是想让我们的监制郭敬明来演，说了很多次他死活不演，所以我们决定选一个新的小孩。他长得既得像陈学冬，又得像张艺兴。你看看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以为我眼睛瞎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得会读剧本。又高兴，今天读剧本了，今天。长相真的是让我觉得哇，太可爱了！就他一笑一动就萌化了那种。小孩有一次真尿我身上了，但是闻了闻不是很臭。小宝宝我们都是会担心他盖着点呀，很照顾。出现状况也只是就是他困了。小宝，你是懵的吗？小宝不能睡哦，要睡了。小宝，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宝宝永远都在睡觉。走飞机了。好了，行了，快快快，咱们赶快拍。哎呀，一坐下来就哭了。只要我一喊开机。